这个是装水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 Hello Kitty 的。Hello Kitty 的什么？ Hello Kitty 的直升机。喷射机，飞机。直升机。对呀、啊。我还有大包。对。这个是什么？水球，直升机，这是什么？佩佩猪的。这个是一个化妆台。小女孩用的那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小女孩可以玩的《Lego 城堡》。Lego 城堡哦。对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是什么？多利跟小鱼、小丑鱼，还有苏菲亚公主。苏菲亚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游泳池。游泳池的、欸。啊、嗯。你喜欢哪一个游泳池？那个。嗯、那个。这个。这个也是游泳池，好大哦！最近不洗晒的药。哇，这边是什么？这是苏菲亚的车，那是消防员的车，那是假派车，那是小熊维尼跟他的好朋友泰迪。粉红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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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红色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红色的，请问你是什么龙？是暴龙。哇，好大哦！哎呦，嗯。哎，你看，有人买这个还不乖乖乖乖照顾他的推车哎。是啊。坏坏。我来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地毯。这是地毯。你做运动的地毯。那我应不应该要买一个？小工具箱吗？嗯，好大的工具箱啊！对啊，嗯、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就在看玩具，我没有想买的。没有想买的？不想买啊，反正妈咪又不让我买。当然是啊，买很多东西啊，买来买来，一天到晚。这是什么？玩玩具啊。看我会看一句，有一个是你应该的。我那火车两边这是什么？这种是什么积木？应该也是乐高的。乐高。哇，这好大的豪华推车。我刚才就有介绍。厉害。你叫爸爸买。好比不是每天都会帮我买的。对啊，你有好多玩具。这个是妈咪说我可以城堡公主的乐高吗？对啊，妈咪说我可以拿，可是我不敢拿。哇，这个也是多利，然后这是佩佩猪的家。这个是多利，这个是佩佩猪的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只，我才不会相信爸爸会帮我买东西。是啊，爸爸今天一定不会什么都不会买，因为爸爸一点都不会。没错，你猜对了。耶、yeah 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水枪呀。这你要长大一点才能玩的水枪。这个是什么？拉的那个。
那个是沙滩玩具。妈咪把它丢掉，我明明就很爱惜它，把它收好好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冲浪板。而且那是。那个是小游泳池吗？大鲨鲨鱼的游泳池。而且你们可以放球，然后也可以。可以放水啊。这个是。这个是小鸭的大鸭的充气垫，充气床，哇，它也是可以放在游泳池上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好大的电风扇。那不用电扇，又不是玩的，一点都没兴趣。好大的电风扇。而且我回家都不想打。是芭比自己刚才说我猜对了，我就知道芭比是不爱我的。为什么不爱你？因为你自己刚才说我猜对了，对啊，就不疼我，所以我就知道你不爱我。是这样，好吧，那就。